布地盐田的设地面积722公顷，伫咧1938年开辟成为盐田。随着产业发展变迁，伫咧2001年停止拍盐，渐渐形成一个良好的设地环境。伫咧2007年被内政部营建署评定成为国家级的重要设地，嘛是观赏自然生态宝地。布袋盐田湿地目前是全国水鸟栖息数量上侪所在，尤其属于国际濒危鸟类的黑面琵鹭。今年初伫布袋栖息数量又搁创新高，经过普查有1429只的最高峰纪录。14号，嘉义县副农业处长柯崇敏会同布袋镇长蔡伟杰以及二德乡长黄正杰，伫盐田湿地内透过望远镜来观赏水鸟的优美姿态，并欢迎大家伫候鸟季的期间来遮。嘉义县布袋盐田湿地占地722公顷，是我们内政部营建署评定的国家级重要湿地。那它也是目前全国水鸟栖息最多的地方，尤其是濒危的鸟种黑面琵鹭。那根据调查的记录今年的入冬之后呢，有1429只来到我们布袋盐田湿地。那我们嘉义县政府农业处也跟我们高雄市的鸟会合作，对于栖地周边进行相关的监测与管理丰富我们相关栖地的周边生态让更多的野鸟水鸟来进行栖息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春节期间可以来到我们布袋盐田湿地来赏鸟。农业处表示，经过当来管护甲高雄市野鸟协会合作，进行布袋盐田湿地以及其周边缓冲区多样性栖地管理，盐田建置水中岛，和平坦的盐田环境具有关键气候，呈现水位深浅无同的湿地形态，吸引各种喜爱无同水位深度的鸟类栖息利用，也因为有好的栖息环境营造，造就成为全台湾冬候鸟上侪的湿地。新新闻中来新报地点采访报道。爱情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梦见你我心却变得不平静，好想把你收藏。I say hey yo， 告诉你今天我是怎么度过。用一句话来形容幸福会是什么？光着脚踩在土地上。两句话呢？我阿公常常拢讲，人生有诶无诶代志，你就做啊，那尽量较简单诶。三句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山好水，自己的家庭在这边去做自己喜欢的。幸福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蔬果，所有的食材新鲜是非常重要。所以台湾的很多土产现在都变成精品，送礼就是要送国内的农产品。